安娜·坎卓克，左，布雷克莱弗利饰演心机闺蜜。Catchplay 提供，记者罗琳君综合报道。葛侯赞女星安娜·坎卓克 Anna Kendrick， 左，九，欢度33岁生日。新作《失踪网红》也上映在即，剧中她饰演人气网红，和花边教主布雷克莱弗利演出一对表面手拉手，背后互相撕逼下毒手的假面闺蜜。安娜表示，女性之间的交往常常有着很多错综复杂的心思与算计，和暗潮涌动的关系变化，而这部电影则直白地将这些女人心中最底层的心机一丝不露展现出来。乃是女人，该看你是男人，更要看安娜过去和莱恩·雷诺斯曾合拍电影《新生》，片场看过布雷克探班，当时不熟悉，真正合作后却发现彼此很合拍。他说，我发现布雷克甜美又温暖，而且十分认真，这次的剧本很复杂，我们在拍摄每场戏之前会先花很多时间讨论角色的关系，一开拍就能马上进入状况，迅速投入到角色里。两人培养出好默契，经过不断讨论呈现出片中看似真挚却又互藏心机的友谊。失踪网红描述亲子布洛克史蒂芬妮·安娜·坎卓克是和艾米丽·布雷克莱弗利是因为育儿而成为闺蜜，有天艾米丽请史蒂芬妮帮忙接小孩下课，却从此人间蒸发。史蒂芬妮四处寻找好友的下落，却只找到唯一的消息，艾米丽的死讯。史蒂芬妮不愿相信，决定找出真相，这才发现表面上的小忙隐藏住惊人的秘密，友情、爱情、失踪竟然都不是这么简单。相关影片，影片撷取自 YouTube， 如遭删除请见谅。